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 Rex， 今天给大家讲解安卓 Studio 的一些激动人心的新特性。我们先介绍一个万能键，即 Alt 加回车，它能够帮助你纠正各种各样的错误或问题，引入各式各样的一些功能。好，比如我现在有这一句话啊， List View 啊 Find by ID， 好，现在它标红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啊，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强转啊，我们需不需要手写代码写一个 list view， 写一个括弧 list view 呢？不需要。鼠标移动到红色的线的这里，然后 alt 加回车，它会提醒你啊，有一些以下的解决方案。通常第一项啊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，把这个强转成安卓 widget.list view 回车。好， OK， 这是一种功能。然后还有什么功能呢？比如说我有一个 string 字符串啊，比如这里啊，我 set text， 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能硬编码，对吧？我们需要点 r 点 string 点啊，比如说这里填一个 empty 啊，我现在没有这个 empty 这个字符串，对吧？那同样的 alt 加回车，它会告诉我啊，创建一个 string 的 value 进去，回车。我们这里可以写啊，等于 empty 啊。好，回车。好，这就变成了啊，它就生成了一个以 empty 的这么一个资源啊。那除了这一个呢，比如说我们去掉一些 import。去掉一些 import， 好，我们看到它有些地方变红了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在变红的地方 alt 加回车，它会告诉我，哎， import 这个 class， 好， import 这个 class， 这 alt 加回车，它自动会帮你修复一些错误啊。也就是说，它能够根据当前的一些情况，一些上下文来提供你所最需要的功能。如果当你写代码有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不妨尝试一下 Alt 加回车键，它说不定能够给你很大的惊喜。Android Studio 还有一个强大之处在于它的一个图片预览功能，比如我们现在的代码里面啊，设置一些图片 New Message Setimage， 好，我们传一个 ID 啊 ，r 点 drawable 点，好，我们选择一张图片啊，选择一张图片，好 ，empty photo， 好，可以看到它在这个编辑器的左边会一张小小的预览图片，很明白的告诉你啊，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图片。同样的，对于一些颜色啊，好，它也会在这个地方表示出来啊，这是具体是用什么颜色。这个图片预览功能在 XML 的布局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啊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进入了这个一个布局，那么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IC 点儿，于是乎它在这个位置它可以把你这张图片的给预览出来。那除了这个预览功能之外，你还可以按 Ctrl 加 Q， 它能够把这个图片的有哪些在哪些 API 下面有值都可以给你罗列出来啊，我这张图片只有在当前这儿有值，这就是它的一个预览功能。同样的，我们注意到在这个编辑器的左边有一个这个符号，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与这个 activity 或者是 fragment 相关的 layout， 你可以快速的定位到这个 layout 里面去。比如说啊，我现在这个 about activity， 正常情况下我们要知道它的这个 activity 的布局，我们是不是要找到 onCreate 或者其他的方式？那现在我们有这个符号之后，我们可以快速的跳过去，
比如说点击它，啊，它这里就会出来啊一些可选的 layout， 那我们点击它，这里就可以直接跳到我们这个布局里面去啊。同样的，对于 fragment 也是这样子，比如我找一个 fragment， 好，这是我的一个 fragment， 那 fragment 呢，这里会有一个布局文件，同样的，点击它之后，然后相关的这个与这个 fragment 相关的布局啊，就罗列出来了啊，就可以直接跳过去。好，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些 annotation 的使用及注解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方法，好，这个方法呢看起来没有问题，对吧？但你没法保证这个传进来的 string ID 它是一个 ID， 它我们定义的是一个整形，对吧？它有可能传个0 1 2 3或者任意的一个整形进来，这样子会让你在运行时抛异常。那么怎么防止这个调用者这个传入的参数不对呢？那么我们可以加一些注解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定义的是一个字符串资源，于是乎我需要加一个注解，好，我现在加上这个注解，那么它传的值就不能是任意的值，必须是一个string的 ID 我才能够接受啊。比如我现在 show toast， 我传一个3进来，好，大家看到啊，这里它就会报错了啊，告诉我它期待的是一个 string 啊，我只能填 r.string.myText， 好，只有这样子它才能够接受。那同样的，其实最容易出错的是什么？是 color， 对吧？啊 ，anti color。好，我这里希望传入的是什么？是一个 color， 那我需要在这前面加入什么？color。好，这里找一个 mlist view， 是 background color。好，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颜色本身和这个 ID 本身它是有时候没法区分的，那么我们这里加个 color resource 就明确表明我这个是直接传了个颜色而不是颜色的 ID。 好，比如说啊，我们 set color，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传一个 0x， 好，这是一个 color 吗？是一个 color， 对吧？但是他觉得他会报错，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整形，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用 get color， get resource 点 get color， 然后 r 点 color 点随便选一个值啊，只有通过这样子它才能接受啊，这是一个颜色啊，而不是一个 ID 啊。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注解方式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去学习。好，这节课给大家介绍了代码编辑器的一些使用方式，下节课给大家介绍 Android Studio 的布局编辑器的一些特性，希望大家继续收看。